回首节哀，康珠有下落了吗？虽然没有下落，但是活着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林将的下落也不明吗？ 您是郭庄联盟的大管家，你是我穆雅郭庄最亲近的朋友。穆雅郭庄的事，瞒天瞒地，从来没有瞒过您呢。您对穆雅郭庄的了解，比我这个郭庄主还清楚啊！回首过千了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也是实情。今天请您来。 我是想问您一件事情，请说吧。就你所知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穆雅郭庄跟什么人结过仇啊？在康定48家郭庄中，穆雅郭庄的诚信和厚道有口皆碑，虽然是树大招风，在所难免。 但是，和谁结下了生死之冤仇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你怎么解释？我无法解释。若非仇怨深重，可也不排除鲁莽之徒谋财害命的可能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。 那康珠可能会被作为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。要真这样就好了，一切都可以浮出水面了。回首，您认为李银匠可信几何呢？要是这个人都信不过，那天底下就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了。 可以见得呢。常言说，石头可以做枕头，汉人不可做朋友。我是从来不敢彻底相信汉人的。哼，既然大管家不相信汉人，那为什么对汉人的冲喜那么深信不疑呀？那还不是为了……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一句，要不是我因为这个冲喜，卓玛何至于带着康珠回娘家？ 又何至于？世事难料。
人生无常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又于事无补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康珠和李银匠。找到了康珠，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；找到了李银匠，卓玛之死便很有可能真相大白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只有康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这是康珠留下的，一直挂在他的脖子上。杨真怎么样？能怎么样呢？我不愿意见他，他也懒得理我。就这样吧。他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呀？从结婚那天起，他就搬到经堂里住，说是在安觉寺许了愿，要为他阿妈还有卓玛念三年的经。那好，那让他念他的经，你正好把郭庄的事情管起来。你也想得太美了。怎么，他不同意？你现在已经是郭庄的阿家了吗？是在郭庄专门管佣人的阿家。怎么能这样呢？这郭庄的阿家就是当家主管一切的嘛。主管一切？我问倪麦管家拿一拿账本来看，他就说老爷吩咐过，生意上的事情不劳我费心。哦，算盘打错了吧，把自己女儿的幸福白白搭上了，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。看起来这个曲灯还真是个人物啊。那当然是个人物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当上金甲会首。他要是不是一个人物，我也不会跟他好到今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依我的脾性，要是一个不是人物的人物当我的丈夫还这么对我，我早就跟他撕破脸了。我没听明白。那您就慢慢琢磨去吧。哎，你先别忙走啊，你把话说清楚啊。那好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我喜欢我的丈夫是个人物，的确他是一个人物。他不待见我是因为卓玛去了天国，而我又取代了卓玛的位置。他待我无情，就代表他是一个有情义的人。你真这么想？那您想我怎么想？老爷，阿家给您熬了一碗银耳莲子羹，让你趁热喝了。回去告诉夫人，说我谢谢她的好意。你要怎么样谢我？我正在念经。那么就是意思说不要打扰吗？明白就好。要是不明白呢？要是不明白，那我只好费点口舌教你明白。我倒想知道你要怎么样教我。很简单，两个字。滚蛋是吗？话不要说得这么粗俗。我们来做一个交易吧，你把这碗羹喝了，我就滚蛋。我怕你在里面下了毒。你甩我。我就是甩你，怎么样？
你是木雅郭庄的阿佳，我敢把你怎么样？我也不想这样做的，我……你出去吧。我……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清清静静的待一会儿？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为什么把你阿妈、卓玛还有你女儿的失踪完完全全的记恨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？我没有怎么想。有，你有，你就是有。老爷，派出去寻找小姐的人都已经回来了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李银江呢？李银江也是下落不明。布料，哎，看看这块布料怎么样？哎，这件很好看的啊。嗯啊，来那件，哎，这件吗？啊，这件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个，哎，好，来那件，哎呀，有眼力，哎，这件好看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多少钱？哎，两块藏洋。好，我买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好，拿好，我来。哎，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走。是的，我答应了带你回家，就一定带你回家。哎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哎，人也走累了，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啊，有了力气才能走远路。你不饿吗？啊，啊，走。叔叔，我们到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想回家，我想我阿爸。我们回不了家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迷路了。什么叫迷路？迷路就是我们走丢了，回不了家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看住，看住，你听我说。我要回家，我不听你说。看住，你听我说，我答应带你回家，就一定会带你回家的。那你现在就带我回家。一会儿要是见到了生人的话，你管我叫阿爸。你不是我阿爸，我有阿爸了。我知道你有阿爸，可是我们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你叫我阿爸，我叫你金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安全啊。什么叫安全？哎，安全。安全就是没有危险啊！
呢？走。嗯，走。什么叫危险？啊，危险啊，危险就是不安全啊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我们有吃的了，我们有吃的了，你快看呐，快看呐，我们有吃的了。好了，呵，好，干得漂亮，一块藏羊，哎，我就要一块，哎，两块，一块，一块，你陪我睡觉，做梦去吧你，做梦，好，咱俩一块做梦，你有几条命？呀呵，人不大，口气倒不小啊，那你来，走，咱练练，敢，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？我就把你和你的马一起杀掉。别别别，千万别，我还想着你下一次想通了留着你用呢。滚吧你，这呀来留着，我下次再来陪你啊。别这样，哎哎，小子，还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来来来，叫叫，阿猫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猫，你看，阿爸，他怎么了？阿爸，醒醒，醒醒，来，哦，阿爸。醒醒吧，醒醒吧，喝点水吧，啊！哦，谢谢。你这是从哪里来呀？要找什么人吗？那，你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桂花桥啊。桂，就是塔格草原多吉头人的领地啊。啊，你们这是？哦哦，家乡闹饥荒。所以，大姐，能不能给弄点吃的？孩子饿了一天了。你看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多谢大姐。你也吃点吧。啊、哦，哎，这多谢。来，吃点吧。啊、哦，多谢。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啊，金秀，这孩子叫金秀。金秀，趁热多吃点吧。嗯啊，嗯，快谢谢大婶。嗯，谢谢。又没人跟你抢。你吃那么快干嘛？你的鼻子是嘴巴？阿妈，你看，他用鼻子吃饭。洛桑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他就是用鼻子吃饭的嘛。你看，阿妈，我也想吃。哦，来吃这个吧。哎哎，给。你凑什么热闹？塔格寺的活佛可真灵啊，说桂花桥来了两个汉逃口子，果不其然真有那么回事啊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，快给我拿下，快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，你们干什么，松手，松手，管家老爷，站住，管家老爷，一个是瘟神，一个是罗刹女，他们给草原带来了灾难，我们抓他们干什么，你再胡来，我就把你一块抓去祭山神。不不不，管家老爷，管家老爷，管家老爷，他们不是，你肯定搞错了。你要再胡来，我就抓你去祭山神。阿妈，叫，罗桑，罗桑，罗桑。Thank you.
格草原来了瘟神，牛羊成群的死去，为了部落的牛羊和草原的兴旺，让我们把带来瘟疫的瘟神祭奠给山神吧。阿爸，我害怕。别怕，别怕，阿爸在这儿啊。别怕，别怕，阿爸，别怕，阿爸在这儿，别动孩子，别动。头人老爷，他们是我内地逃难来的远亲，真的不是瘟神，请您宽容。牛羊得的病叫烂蹄黄。烂蹄黄？是烂蹄黄。你一个铁匠怎么会知道？你忘记了，我的阿爸是兽医，请您给我3天的时间，如果我不能治好牛羊的病，要杀要剐随您处置。走。你这兔崽子，今天我不把你给宰了，我就不是人。洛桑，这是你儿子？哦呀，这兔崽子犯上，居然用这个打本管家。头人老爷，孩子不懂事，求头人老爷开恩呐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若3天以后还有牛羊死了，我就把你和你儿子还有那两个汉头口子一起都给宰了。欧呀，若3天之内你真把牛羊治好了，作为犯上作乱，就让你儿子给我放3天羊吧。啊，谢谢头人老爷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位兄弟，把你那牛牵过来。就就来来过来就过来。下一个，就就就，走吧走吧，好了，就就就就过来，来就。放了放了放放阿妈阿爸我走阿妈阿妈阿妈走吧。
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。都是在一个牧场上啃草的羊，谢啥？啊，好了，平身吧。哎，真要走啊？去哪里啊？我们走了，走吧，走。二妈，洛瑟，喂，你是个手艺人，到哪儿都是凭手艺吃饭。这桂花桥啊，虽然偏僻了一点，但是这方圆几十里也算是个有人气儿的地方，就这样凑合着住下来吧。好歹呀，我今儿个当着众人的面收了你这门亲戚，总不能说无家可归吧。过几天我跟头人说说，天气好的时候我再找几个小伙子帮忙给你收拾出一间房子，就算是落脚了。给您添麻烦了，进来吧。哥呢？啊，在隔壁。睡了吗？啊，早睡了。我想跟他玩。明天吧，现在太晚了啊。嗯。哎，乖孩子，乖啊，乖乖的，闭上眼睛睡。嗯。你怎么不睡啊？啊，我一会儿就睡。你在想什么？哎，没想什么。我想我阿爸了。我会带你去找你阿爸的。什么时候？春天来的时候。春天还得等多久才来啊？快了。快了是多久？快了。你说我阿爸知道我们在这儿吗？你阿爸你说我阿爸知道我们差一点就被头人杀了吗？啊，你别瞎琢磨了啊，赶快睡吧。啊，来睡吧。明天你不是还想跟洛桑哥哥一起玩吗？我要跟他学耍鄂尔多。啊，我一定让他明天教你啊。来睡吧。你是银匠欧阳，想在桂花桥落户？欧阳，没问题，替我打三年的银器。欧阳，去吧。欧阳，大叔。阿爸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坐吧。好好，外面冷吧？哎，喝点茶。哎哎哎，啊，哎，多谢多谢。啊，头人老爷怎么说？哎，让我给他打三年银器。凭什么？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也算落下户了。欧阳，来吃吧，让妹妹先吃。我是先给妹妹拿的。哦，阿妈错了，
跟你赔不是啊！我不要你给我赔不是。哎，金秀，哥哥不吃，我也不吃。这小小的年纪还挺仗义的，我这儿子打小就这脾气。洛桑这孩子有骨气，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。什么出息不出息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只要平平安安把他拉扯大，给他阿爸有个交代就行了。啊。哎，洛桑他阿爸出远门了。哦，哎，走多久了？他走的时候，洛桑还没出生。这么长时间就没回来过？他说了，他要回来。那没想过去找他？不怕你见笑，我连他姓和名字都不知道。我们两个认识的第二天，他就跟着驼队走了。草原上失散的两只羊碰到一起，互相舔舔身子就是了。问这个名字干什么？那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？我相信他的眼睛，他一定会回来。你看这两个孩子跑哪儿去了？洛桑，哎，侧目，我有个事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想出趟远门，麻烦你照看一下金秀几天。什么要紧的事？你不要像洛桑他阿爸一样一去不回，那我可是白捡了一个女儿。啊，我会回来的。洛桑他阿爸也是这么说。我会回来的，相信我。我信你。那就多谢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啊，添麻烦了。你这人怎么会这么婆婆妈妈的？一句话说好多遍，有完没完？洛桑，金秀。你买管家，我知道木雅锅庄现在正缺人手，我把我的家兵带来了，听你使唤，吃饭睡觉算我的，干活打仗听你的，你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，你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敢保证没有一个敢后退的。得记老爷的心意，我替会首领了。只是什么？我知道现在会首很伤心，这木雅锅庄上上下下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主吗？不，还有央真夫人呢。她？你提她？央真夫人现在是木雅锅庄的阿家呀。哼，管佣人的阿家，管家婆一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。
一碗牛肉面。啊，牛肉面一碗，请稍坐啊。好家伙，两大锅庄不但联姻，连家丁也合到一块了。合一块又怎么样？该升天不该升天的，还不都升天了？哎，不合没准还不至于赶到一块呢。那这话什么意思？俗话说呀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嘛。怎么讲？这老太太升天叫天灾，女主人过世这叫人祸。你以为曲灯是什么东西啊？它不是玩意儿，借着给老太太冲喜的名义，把德吉锅庄的女儿娶进门。再喜新厌旧，你也不能下如此毒手啊！你怎么就敢肯定土司庄园那把火是曲灯派人给点的？哎呀，这就叫一不做二不休。哎，我听说他的女儿和一个下人一起失踪了。这才叫曲灯落下的心病呢，他现在正急着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呢。你以为怎么着？那就是斩草除根，连自己女儿都不放过，至于这么狠毒吗？哎呀，要不怎么说无毒不丈夫呢？哎呀，这才叫人心隔肚皮呀！谁说不是啊？哎，你见没见过曲灯跟新媳妇出双入对的样子？哎呦，那个亲热劲儿啊！可怜的孩子了，这要让给逮着，小命难保。嗯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村部大姐，哎，快来喝茶，喝茶了，喝茶了，来，谢花，谢花，来，谢谢，快来，来喝茶了，哎，大伙，我把这个弄完，喝茶，来，拿过来，金秀。你阿爸，阿爸来了，你阿爸，金秀，阿爸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好想你啊！回来了，事情都办好了吧？我怕你不方便，让大伙给你收拾了个房子。哦，快跪下！哎，你别这样！哎，快起来！算有个家了，我们庆贺一下吧。啊，好，我来。不，斟酒是女人的事，我来给你斟。好。小孩子不许喝酒。小孩子就不是人啊？小孩子就不是人啊？长大了再喝啊。啊，让他们喝一点吧，意思意思。哎呀，喝一点都会醉的。一点青稞酒，醉不了。啊，来。哎，好，满上，你们多少，我也要多少。你还来劲了？就来劲了。啊，你又不是他女人，你帮他什么枪？什么叫帮什么枪？我给你预备了一个茶桶，家里没个茶桶，不像个人家。哦。真是太感谢了，喝酒吧。好热闹啊！管家老爷，管家老爷，我主要是来给你们道个喜。你的儿子从明天起，就是头人老爷的洋官了。